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深宏国际法律的产品总监娜。那么我想各位都有听过一句话，科技始终来自于人性。那么产品的研发呢，也会因为人类的进化需求而产生研发出不同的产品出来。所以呢，我想各位呢也知道，现在的社会呢已经从早期的农业社会演进到现在呢服务的社会步步相符的社会了。所以呢，人们在这种环境之下呢，难免生活上压力也大，生活作息失调，所以在我们的身体或者是我们的毛囊会产生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而产生病变。所以今天妮娜要跟各位谈的话题呢，就是不管是男女或者是老少妇都很关心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掉发的话题。那我想呢，掉发有很多的因素产生，由体内或者是环境的因素而产生的。那环境的因素呢，不外乎就是现在的空气污染，或者是我们的饮食，或者是生活的压力大所产生的掉发。那么生理的因素呢，就是我们遗传性的 DNA 会导致我们的毛囊就是容易产生掉发的现象。所以呢，不管是任何的因素的掉发，我想预防会胜于治疗。所以今天妮娜跟各位介绍的，就是在我们的产品里面洗发类的一个洗发精，也就是在我们的 NTP 台地系列，就是真根护活洗发精。好，那真根护活洗发精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机点呢来为各位介绍？我想聪明的各位啊，如果你有在用公司的产品，或者是你对公司的产品是熟悉的话，其实在我们的洗发系列呢，大概都有10几支的洗发精的。那么有针对头发，也有针对头皮，有针对控油或者是去屑杀菌的洗发精都有哦。那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呢，又要来推出这么一瓶优质的洗发精？那我想这一瓶深根护活洗发精呢，是妮娜已经期待非常非常久的一支洗发精了哦。那它有几个特点，我想跟各位介绍一下。那么它呢是有控油，还有柔敏，还有护活，还有松柔，还有去屑，我无感为一合一的一个洗发精。那我刚刚有提到过呢，它有柔敏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界面活性剂，最主要的原因呢，它的界面活性剂呢是没有添加对苯甲酸的防腐剂在里面。那因为呢，这个防腐剂呢，如果是容易产生过敏源的朋友，用的这种成分的清洁剂来讲的话，洗发剂来讲的话，很容易就是会产生过敏的现象，就是头皮可能会有红肿，或者是会有痒的现象。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深根的护活洗发剂里面呢，我们就摒除了没有添这个对苯甲酸的一个防腐剂在里面，所以呢，它不会让头皮产生过敏。那么它也有添加了就是控油的因子在里面，所以针对过敏性的头皮，或者是针对出油的头皮，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调理的一个效果。那我刚刚有提到过了，除了它没有添加对苯甲酸的这个防腐剂在里面之外呢，它也没有添加细磷，所以它洗完之后的一个头皮跟它的一个毛囊是非常非常的清爽，那头发的蓬松度也会非常好。那洗完之后呢，它的整个头皮的清爽度跟干净度是非常非常舒服的。那也因为呢，它没有添加了这些额外的防腐剂或者是细磷在里面，所以呢，它的一个天然性跟它的一个自然性也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在这个时机点呢，我们推出的这样子的一瓶洗发精，不外乎呢就是要针对头皮比较容易过敏的顾客，或者是头皮容易出油，或者是说他用了这其他的洗发精对他来讲都很容易造成头皮过敏或头皮痒的现象。所以呢，妮娜特别的推荐这样子一支比较天然，然后比较能够适合已经在掉头发的，或者是他很 care 他未来会不会掉头发，或者是他希望能够未来不要再掉头发，这种顾客的族群，我想都是非常非常适合的。那除了呢，它没有添加对苯甲酸的防腐剂跟细磷之外呢，那我们也在成分里面呢特别严选了韩
格人生的一个深深人生的道安在里面哦。那这个我们都知道呢，其实人参对我们人体使用来讲，它有活化血路，然后还有就是抗氧化、促进血液循环的一个功效，造血的功能。那我们特别把它添加在这么洗发精里面呢，无外乎就是让我们的毛囊在洗发的同时能够更巩固毛囊、活化毛囊。那你知道，就是说头发的根本是来自于毛囊的健康。如果你的毛囊是健康的，你的毛囊是巩固的，我想你的头发自然而然就会增长得更好。所以呢，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有添加了韩国的人参皂苷的成分在里面。那也特别的，我们就是摒除了对苯甲酸的这个防腐剂，不使用它。还有细鳞我们没有添加在里面，所以这样子的一瓶洗发精，它针对过敏性的头皮、出油的头皮，还有容易掉头发的头皮，或者是洗完头发的时候他觉得他头发没有蓬松感的时候，都很适合来使用我们凯蒂系列的这个复活、增生复活的洗发精，特别推荐给各位朋友来使用。